我们大家都已经蓄势待发，其实呢整个市场的一个上涨呢是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在各位的作业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也有很深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呢我们新北市区112年我们下半年度的绩优表扬大会啦。今天呢在座呢在各位在台下的各位都是在我们下半年度创造佳绩的伙伴，同时也在2023年呢创造非常好的佳绩。先借用各位的双手，给自己左右两边，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先给大家一个恭贺的掌声哦。那在今天这个盛大的活动呢，我们也邀请到呢我们住商机构大家房屋的殷立林资深副总经理来到现场。那我们先邀请呢殷副总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殷副总。优秀的经纪同仁们，大家好。好，其实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欢度今天的这个表扬大会哦。今天天气有点冷，在这个暖冬以来，今天天气很冷，但我相信今天大家到我们的现场应该是非常的温暖，因为今天大家辛苦了一整年或者是半年，今天来到这边是大家有所收获，我们会把满满的这个奖项跟这个温暖带回去哦。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去年一整年在2023年度我们新北市的大家房屋它其实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因为我们的大家房屋在全国排名前十名里面我们就占了4名，也就是说我们的加盟店有4家挤进我们全国170几家店里面的前十名，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喝彩我们的新北市。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给我们的资料，我们的土城捷运领袖店是南郭的，是去年全国的第8名。那么我们的土城海山店是全国的第7名哦，总业绩。那么我们的土城金城店是全国的第5名。最厉害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土城日月光店是全国的总冠军，全国总冠军在我们的新北市哦。因为我们自己是新北市冠军，他还是全国的冠军，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值得给自己肯定。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边收获了这个奖项一定是实至名归哈。那我想借着这个今天的这个气氛，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光环，我们在2024年今年度一定也能够继续的业绩成长，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在大家我幸福我骄傲。好，我们是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业绩长虹。好，谢谢大家。好，再见再见，好的，谢谢我们殷副总支持。好，那我们新北市区112年下半年度的绩优表扬大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来颁发的是绩优秘书奖，这个奖项呢我们要邀请到大家房屋总部的陈鼎麟协理为我们进行颁奖，掌声欢迎陈鼎麟协理。好，鼎麟姐已经贵为协理级了哦。 OK，好，那我们获奖的秘书呢是土城从化区店的洪佑宁秘书，掌声欢迎，恭喜我们的洪佑宁秘书获得我们的绩优秘书奖。好，我们请陈立林协理为我们进行颁奖。好 ，OK， 好，再次用掌声恭喜我们的秘书。好，接着呢，我们要颁发的呢是我们的新秀经纪人员奖。我们这个奖项呢，我们要邀请到林口 AT 捷运、林口 AT 站前店的魏世环、魏念东来为我们颁发接下来的奖项。掌声先欢迎我们的魏念东。欢迎魏念东。好，有代表，代表。OK， 好，来我们邀请。好，那获得我们新秀经纪人员奖的，首先有我们铜钱加盟店的陈雅婷，掌声恭喜。好，
我们恭喜获得我们的新秀奖。新秀奖呢，要在到职一年内哈，我们业绩达100万或者是成交2件哦。这作为一个新兴的经纪人来讲，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我来先看一下镜头。恭喜我们某险加盟店的陈雅玲获得我们的新秀奖。好，下一个获奖的呢是三重正义加盟店的梁伟玲，掌声恭喜。好，再下一位获奖的伙伴呢是新庄富都新荣华店的庄正伟，我们恭喜获得新秀奖的殊荣。我们站在那个沙沙的位置哈，没错没错。好，来，我们先看一下玲玲姐这个位置。恭喜我们新庄富都新荣华店的庄正伟。好，下一位获奖伙伴呢是富都新荣华加盟店的汪峰俊，恭喜，恭喜获得新秀奖。好，掌声恭喜。好，我们颁奖先留步，我们再颁发下一个奖项。继续呢，我要来颁发的下一个奖项是最佳流通成交经纪人奖。那获奖的加盟店呢有获奖的人员总共有三名。第三名是土城海山店的李忠正，忠正店哦。最佳流通成交经纪人奖，这个奖项呢是全区的流通成交综合绩效的前三名获得的奖项，恭喜土城海山店的李忠正，忠正你的哦。接下来第二名土城金城店的蔡之发，恭喜。好，流通成交呢是现在的一个关键啊。那我们新北市一直以来在流通的一个成效上面呢都是名列前茅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颁发第一名土城捷运领袖店的吴振宇，掌声恭喜。恭喜获得我们的最佳流通成交经纪人第一名的殊荣。OK， 接下来我们再站在我们插上的位置。好，我们请我的颁奖人颁奖，来，我们看镜头。好，谢谢。那我也谢谢我的颁奖人的颁奖，谢谢。好，继续呢，我要来颁发下一个奖项。接下来我要颁发的奖项呢，是最佳流通成交加盟店的奖项，最佳流通成交加盟店，没错。好，我要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土城日月光店的李忠正店东上台为我们来颁奖，掌声欢迎李店东。好，最佳流通成交加盟店奖第三名。土城崇化店，恭喜！我们请土城崇化店来，来，土城崇化店，来，我们看一下镜头，恭喜获得最佳流通成交加盟店奖第三名。好，第二名呢是土城捷运领袖店，我们邀请土城捷运领袖店的代表我们刘一文店东上台领奖，恭喜刘店东。好，我们看一下镜头。好，恭喜。接下来第一名是我们的土城金城店，要邀请我们的高高上台领奖。哇，前三名就南瓜了两名，恭喜我们的高国军高店东。好，
这也是我们全聚德工程交最综合最佳的前三名。那丁东文稍等，我们再颁发下一个奖项。好，再来颁发的奖项呢是最佳销售经纪人奖。好，我们的得奖人第三名，林口福伦公园店的卢彦腾，我们恭喜卢彦腾。恭喜获得最佳销售经纪人奖。最佳销售经纪人奖呢是销售件数最多的经纪人，我们取前各区的前三名。好，再次恭喜。好，我们接下来颁发第二名。 OK， 第二名我们邀请副总上台为我们颁奖好不好？来来来，好，因为呢，哎，这个没有安排好了哦。哎，故意的，故意的。恭喜第二名土城海，土城海山店的李宗盛店哦，恭喜。好，没有，没有安排好，我们颁奖就是得奖的啦。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好，我们副总先暂时先，好，我们先稍等，好。我们再请我们的再次掌声，邀请我们的终身队长来担任我们的颁奖，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奖项要颁了。OK， 好，第一名呢是我们板桥成功店的江志亮店长哦，但江店长目前因为尾牙的关系，他暂时还没到场，他可能接下来会比较后续才会到场这样子。到了吗？到了吗？还没到嘞，不要人家开口就说人家到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颁发下一个奖项。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奖项呢是最佳销售加盟店奖。OK， 一样是销售件数最多的加盟店，我们取前三名。最佳销售加盟店奖第三名，土城海山店。就是店长本人，我们再请副总上台再颁奖一下。OK， 好，来来来，好，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没有安排好，得奖人就是颁奖人。OK。好，我们再请副总，不好意思，好，再颁奖一下。好，恭喜我们土城海山店。啊 ，OK， 好，那个奖项先拿一下，奖项先拿。好，我们来颁发第二名，土城绿月光店。好，我们请我们周姓店长代表来颁领奖一下。好，恭喜。好，因为店都有得奖得太多了啦，所以我们不太好安排的颁奖的部分。好，我们来颁发我们最佳销售加盟店第二名的土城日月光店，恭喜。好，接下来我们颁发最佳销售加盟店第一名土城金城店，掌声恭喜，恭喜高店长哦。好，再一次掌声恭喜，谢谢。好，来拍照，拍照，拍照。字不见了啊、哦！需要转回去了。哦，不要了，没关系。好，那我再也谢谢我们的中正店长为我们颁奖，掌声恭喜，掌声谢谢。好，再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呢是我们单月破百万的经纪人奖。这个奖项呢，我们要邀请土城金城土城从化区店的高国军高店东来为我们颁奖，我们掌声欢迎高店东。好，三月破百万经纪人奖呢，首先第一次获奖的人有北大大德店的王红，掌声恭喜。恭喜王峰获得百万金店奖，我们请高店东为我们百万金店披上我们的肩带，代表百万金店奖的肩带。好 ，OK， 我们来看镜头喽，掌声恭喜。好，我们看另外一个镜头 ，OK， 恭喜。下一位获奖人是永和中正店的黄建松，掌声恭喜。好，那我们颁发下一位，新庄运动公园店的吴向贤，掌声恭喜，恭喜获奖，百万经纪
演讲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单月破百万的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请高立中为我们披上代表百万经纪人的紫色金带。好，我们先看前面的镜头。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李玲姐的这个镜头，来，稍等一下哦。再次掌声恭喜。好，这位获奖人一样是新庄运动公园店的刘怡姿，掌声恭喜。恭喜怡姿获得百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来披上百万经纪人奖的紫色金带。好，我来看镜头，先看正前方的镜头。好，好，来我们看这边林姐的镜头。好，再次恭喜。下一位获奖人是古城童话店的郭振宇，掌声欢迎。好 ，OK， 那我来颁发下一位。OK， 下一位呢是铜钱加盟店的许佩纯，我们恭喜。好，恭喜铜钱加盟店的许佩纯获得百万经纪人的奖项。好，请颁奖人为我们披上代表百万经纪人荣耀的紫色金带。好，我们先看正前方的镜头。好 ，OK， 为我们看李玲姐的镜头。好，再次恭喜。好，下一位一样是头前加盟店的李申峰，恭喜李申峰获得百万经纪人的奖项。好，再一次恭喜。好，我把整理好。好，我们先来。OK， 好，来先看林姐这个镜头。来 ，OK， 好，来我们看这个镜头。好，再一次恭喜申峰。好，下一位一样是同行加盟店的陈雅婷，掌声恭喜雅婷。新北市呢，这次获得百万经纪人，甚至两百万、三百万经纪人的人数呢，是非常的多哈、哦。可见，就由如同我刚一部总所提到的，我们新北市呢，澄清的是非常的棒。好，下一位获奖的人呢，是古城海山店的林胜哲，恭喜胜哲，掌声欢迎，恭喜获得百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来披上百万经纪人的紫色肩带。好，来，我们先看我们好正前方的镜头。好，再次掌声恭喜！来来来，镜头啊，镜头啊，来来来来来，好，来再拍一张，来先看前面，好，先看中心镜头。OK， 好，来看，好 ，OK OK， 来看一下林姐的镜头。好，再次掌声恭喜！好，也谢谢我们的高店都为我们颁发奖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呢是两百万经纪人奖哦，也就是单月达到两百万的经纪人。好，这个奖项呢，我们要邀请了我们土城捷运领教练的刘一文刘店都来为我们颁奖，掌声欢迎刘店都。好，首先呢，我们两百万经纪人的第一位获奖人呢是土城筹划领袖店的杨志文，掌声恭喜。好，我们请刘文店都为我们披上代表两百万经纪人荣耀的红色肩带。好，我现在正前方的镜头，来看正前方。好 ，OK， 好 ，OK， 掌声恭喜。好，接下来下一位获奖人是土城捷运领袖店的郭立贤，掌声欢迎！恭喜郭立贤获得有两百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来披上两百万经纪人的红色肩带。我们先看林姐那边，来，
是土城金城店的吴炳生，掌声欢迎。恭喜获得200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一样来披上200万经纪人的荣耀肩带。好，来，我们先看连结。OK， 来看中间，再一次掌声恭喜。好，还有好，下一位获奖人呢，一样是土城金城店王耀宏，恭喜耀宏。200万经纪人荣耀的红色肩带。好，来，我先看李玲姐的镜头。OK， 看中间。好，再好，还有旁边，还有旁边，来看一下。好，再一次掌声恭喜。好，下一位呢是土城金城店的蔡之八，掌声恭喜。红色荣耀肩带。好，我一共有三个镜头，你先 stand by 好了，我等一下先看中间哦。好，来先看中间，好，来看这边。 OK， 来看林杰。好，来下一个镜头。 OK， 再掌声恭喜。好，接下来呢，下一批200万经纪人得奖的呢是土城金城店的高国军，高金东，恭喜。好，恭喜高金东呢获得200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来披上我们200万经纪人的红色荣耀肩带。我们目前呢，我们200万经纪人呢，总共就有19个奖项。好，再次恭喜高金东。好，下一个获奖人呢是土城金城店的赵玉德，恭喜玉德。掌声恭喜。好，我来披上200万经纪人荣耀的红色肩带。好，我们先看前面的镜头。好，来看旁边。好，再一次掌声恭喜。好，下一位呢是土城金城店的陈梦豪，恭喜梦豪。请刘天东为我们披上我们的红色肩带，掌声恭喜。来看旁边，好，李杰，好，来后面的镜头 ，OK， 来这边，好，再次掌声恭喜。好，下一位获奖人是土城玉林店的苏子玲，恭喜子玲。OK， 来，掌声恭喜。好，我们要披上200万经纪人奖的红色肩带。OK， 看林杰。OK， 好，掌声恭喜。下一位是土城中体洋店的张轩豪，恭喜。好，我们恭喜轩豪，土城五谷中子洋店张轩豪，恭喜获得200万经纪人奖。好，再一次掌声恭喜。好，继续我们要来颁发下一位。土城中子洋店的黄韵婷，五谷中子，哦，不好意思，五谷中子洋店的黄韵婷，掌声恭喜。恭喜获得200万经纪人奖。
高哦。OK， 再次掌声恭喜。好，下一位是中文主题店的刘美芳，恭喜。没有。好，下一位。好，下一位是北大大德店的杨庭云，恭喜庭云。好，我们200万经纪人呢，我们一共有19位哦。哇，这次呢，我们200万经纪人跟300万经纪人人数呢，都是非常的多，屡创佳绩。好，我来披上200万经纪人，我们代表荣耀的红色肩带，来看一下林姐。好，谢谢。来看中间。好，再次掌声恭喜。好，下一位是新庄运动公园店的吴金，恭喜。无穷啊，无穷，恭喜，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厉害厉害。再次掌声恭喜新庄运动公园店的吴琼。好，恭喜。下一位呢是古城中央店的吴南青。OK， 再次掌声恭喜。好，200万经纪人。好，还有4位哦，我们板桥汉生店的王志荣，掌声恭喜。好，恭喜我们板桥汉生店的王志荣获得200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来先看旁边林姐的镜头。好，来看中间。OK， 再次掌声恭喜。下一位是古城海山店的邓文志，恭喜文志。好，我有鲜花，有鲜花。OK， 来，我先披上肩带。好，来，我先看中间。好，我看中心电动的这个镜头。来看旁边李玲姐的镜头。好，恭喜！下一位是古城崇茂书店的赖香怡，恭喜香怡。好，还有下一位是古城崇茂书店的黄平如，恭喜平如。好，再次掌声恭喜，也谢谢我们的听众为我们分享。好，再来呢，我们要来颁发的奖项呢是单月300万的经纪人奖项。这个奖项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古城海山店的李忠信店东来为我们颁奖，邀请忠信店东，掌声欢迎。好，首先呢，要颁发第一位300万经纪人获奖的是古城日月光店的吴彩珍，恭喜彩珍，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奖。好，我们要来背上呢，我们代表300万经纪人奖荣耀的金色肩带。好，我来先换。来，我来看看镜头，看镜头，看中间。对。OK， 好，来看林姐。好，掌声恭喜。下一位呢是古城日月光店的徐彩晨，恭喜彩晨。来，那个谢花，可以上，可以上，对，你看你是不是？来，上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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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放弃。好 ，OK， 好，来看旁边。恭喜这位这边健康力获得我们300万经纪人，好，加起来就600万了。OK， 好了，接下来是土城日月光店的唐秀桃，恭喜秀桃。好，我们一样有鲜花哦。好，我们一样呢，背上呢，我们代表300万经纪人奖的金色荣耀肩带。
好，来献花。好，来，我先在中间，先在中间。来，恭喜获得300万金钱奖。下一位获奖人呢是古城玉月光店的唐金红，恭喜金红。恭喜获得300万金戒的奖项。好，我要由中心电通为我们披上300万经纪人奖的金色荣耀金牌。来，来，谢花。啊，谢花，花特别多啊。好，来，我先说花本来，现在中间，现在中间。OK， 来看林姐的位置。好，恭喜金红获得300万金戒奖。下一位获奖人呢是三重正义店的陈周章，恭喜周章。好，没到哦。好，下一位是三重正义店的沈宋昭，恭喜宋昭。好，接下来我再颁发，下一位是古城捷运领袖店的吴振宇，恭喜振宇。恭喜振宇获得我们300万经纪人的奖项。OK， 我们300万经纪人哦，哇，算算哦，也有20位，哇，300万经纪人20位，好，我们200万经纪人也有19位，好，100万经纪人呢也有14位，我们来先看中间，先看中间，好，看我们刘立东的位置，好，来看旁边我们李玲姐的位置，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恭喜振宇。好，下一位获奖人呢是古城捷运领袖店的刘一文，刘立东，恭喜。好，我们请刘立东上台领奖。那一样由中兴电通为我们披上代表300万金戒指荣耀的金色戒带。来，我现在中间的位置，掌声恭喜。好，看李玲姐的位置，恭喜刘一文店的哦。下一位获奖人呢是中和南视角店的吴书涵，再下一位呢获奖人呢是富都新筹划店的黄宝贵，恭喜宝贵。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来，我们先请电动为我们递上我们的荣耀金带。好 ，OK， 可以拿着就好了哈。好，来，我们看李玲姐的位置。好，恭喜。好，下一位获奖人呢是富都新筹划店的杨尚展，恭喜尚展。好 ，OK， 恭喜。好，恭喜杨尚展获得300万金戒奖。好，看李玲姐的位置。恭喜。好，下一位我们获奖人呢是新庄富都新荣华店的杨雪玲，恭喜雪玲。OK， 我们由洪恩代替领奖。来，我们拿着我们的金色金带。好，恭喜。好，下一位获奖人呢也是新庄富都新荣华店黄建荣，恭喜建荣。好，有点高，有点高。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玲姐的位置。恭喜建荣获得300万经纪人奖。下一位获奖人呢是林口 A 七捷运店的魏世环，魏店哦。好，我由同仁代表领奖。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奖的殊荣，来看一下林杰的位置。恭喜。好。
接下来呢是古城海山店的刘丽颖，恭喜丽颖。好，来，先递上来我们献花，恭喜落霞，来先看中间。好，看李玲姐的位置。好，恭喜丽颖。好，下一位呢是古城海山店的李忠正，忠正店东，掌声恭喜，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奖。好，我们先提上金色金带，然后我们请同仁献花。OK， 把所有花塞上去哦，不要塞太多花哦，不要塞太多，不然看起来画面会有点怪。好，对，好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来啦，好，恭喜中正镜哦，来看一下您的位置，恭喜。好，下一位呢是林口福伦公园店的卢彦腾，恭喜彦腾，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的奖项。好，我们请中信电通为我们提上300万经纪人奖的金色金带，来，我们先看中间的位置。好，OK， 这个镜头 OK， 来看一下李玲姐的位置。好，恭喜彦腾。好，接下来呢，江志亮镜头到了吗？江志亮镜头到了吗？到了。好，来，我们下一位呢是板桥成功店的江志亮，成功，恭喜。好，恭喜获得300万经纪人奖。来，我们披上我们的金色肩带，代表300万金戒的荣耀。好，先看，好，看林姐的位置。来，我们看中间。好，再次掌声恭喜，也谢谢中正镜头为我们颁发这些奖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颁发我们 TOP 系列的一个奖项了。因此呢，这个奖项我们要邀请珠商机构总部的资深副总经理100副总来为我们颁发接下来的奖项，掌声欢迎副总。好，首先呢要颁发的是 TOP 经纪人奖， TOP 经纪人奖的第五名，林口 A7 捷运店的魏诗环，魏念东，掌声恭喜。好，也就是我们的年度，好，我们年度的 TOP 经纪人第五名，林口 A7 捷运店魏诗环。接下来第四名，古城日月光店的唐金童，恭喜金童。好，是我们年度112年度的 TOP 经纪人奖，恭喜获得 TOP 经纪人奖第四名。而且英副总颁发他们经纪人奖第四名的奖状。好，我们先看中间。好，看旁边。花不用。好，要花，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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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要。好 ，OK， 不用啊。来，接下来颁发第三名是古城海山店的李忠正店哦，恭喜。好，一样，请英副总颁发 TOP 经纪人奖第三名的奖座。OK， 来献花啊！来，我们拿一下花束。好，我再拍一张，来看中间，掌声恭喜。好，接下来第二名是林口福伦公园店的卢彦腾，恭喜彦腾。恭喜彦腾获得 TOP 经纪人奖第二名的殊荣。好，我们来看中间，中间的位置。OK， 好，看你理解的位置。恭喜 TOP 经纪人奖第二名卢彦腾。接下来第一名板桥成功店江志亮。
都请上面哦。好，我们来颁发他们金钱奖第一名的讲座。好，我看一下你们的位置。好 ，OK， 看中间。再次掌声恭喜！好，那我也先请技术长稍微回坐一下，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林口湖人公园店的卢彦腾来为我们分享的他的获奖感言。我们掌声欢迎彦腾的要台中央。好的，请彦腾呢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次获奖的观点。来，上台上台。好，我邀请彦腾来为我们分享这次获奖的关键以及他的获奖感言，掌声欢迎。主持人，林部长，各位长官，各位那个电动党，还有各位大家好，我优秀的伙伴，大家好。好。我们的第一名没有上台哦，那。我觉得我拿到这一份成绩，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店的伙伴，因为我们店目前有11位伙伴，那我记得我去年3月才开店，那我们开店的时候只有一个伙伴，还有一个秘书，还有一个我，那我觉得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你手上有什么资源，就把它妥善利用，不管你是有1间库存或2间库存或1个买方或2个买方都一样，你就是要终结它，那我们不像有很多中间经验的人那么多资源可以用，但是我觉得市场就在那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全心投入，然后你既然是做这个行业，那你应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产业上面，然后要够对市场够了解，那你才有办法去主导你的客人，不管是售屋或买屋，那我觉得我下半年比较关键的是，很多买方都是第一次跟我看屋就会购物，那我会把我这一段时间的想法融入到买方的想法里面，然后买方也很能认同我的建议。所以其实我的主导性非常强，就是说哪一组，我们的术语就是秒杀一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只要上店客人一进来，我的同事都会说，这样你要秒杀了，我说对，我要秒杀。但基本上呢，很多客人都是初次见面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地方是，我要把所有的市场面跟价格面，跟未来导。未来的价格走势，跟你的屋主跟买方做沟通，那买方如果能认同的时候，基本上，他就很容易跟你买单，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谢谢店头的所有的伙伴，那我们店头都是中介的新生，就是没有中介经验的，那我们最资深的就做10个月而已，那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支持，那也可以，有点紧张，希望大家来林口购物。我觉得林口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人踏上我的店头，买方踏上我的店头，我都希望他可以买到房子，而且是跟我们店头的人买，或跟我买都可以，那也是希望他可以。应该是说我可以给他们的观念是你越早买赚越多，那林口的趋势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地方的趋势都是这样，那很谢谢跟大家分享，祝大家新的一年业绩长虹，旺炮连连，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店长的分享，恭喜我们店的店长获得跳舞之夜第二名的殊荣。好，再次呢我们邀请林副总再次上台为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再来呢，我要颁发的呢是年度 TOP 加盟店的奖项，获奖的加盟店第三名，古城海山店，掌声恭喜！好，我们请中正店东上台领奖，恭喜获得 TOP 加盟店奖项第三名的殊荣。好，
献花大会准备了，好，献花献花，来来来，掌声有请。好，我们看到今天的镜头。好，恭喜获奖。接下来第二名呢是土城金城店，恭喜，高兴哦。他们加盟店奖第二名，土城金城店。好，看你的位置。好，再次恭喜土城金城店。好，第一名呢，刚刚那个副手已经过本了，第一名是我们的土城日月光店。OK， 邀请我们周静先生，好，上台领奖。恭喜中信电通、中正电通获得他们加盟店第一名古城日月光店。好，来献花献花 ，OK， 好，来讲讲讲，来稍微换一下场 ，OK， 来看一下中间，掌声有请，看一下你们的位置。好，再一次恭喜。好，那我一样请副总先稍作休息。好，因为呢，我要邀请呢我们李中正店东上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哦，我们他们加盟店的一个分享感言。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李中正店东。好，林副总，还有各位大家的店东长，还有大家的伙伴，大家好。高兴哦，有这个荣幸帮我们团队上来分享，我终于站上来了。我其实这个六年加盟大家，前段很辛苦，但是后来其实新北我们做到那个全区最强的那个大家联麦团队，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一下那个联麦的店东长，还有联麦伙伴。我今天其实土城最多人来这个场合，我其实应该是说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气氛。气氛真的很重要，因为业务少了一个心态，可能真的是会做不好。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是高端店，但是我们日月光和海山店的伙伴其实蛮支持我们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做法真的是比较严格，我们有三位店东长，所以其实在带领的方式就是比较有要求。所以我要感谢我们伙伴做到了。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因为其实真的这六年来哦，其实我们很辛苦。其实，在不管带团队，还有连麦上面的经营，让大家都是和谐。因为我们用从善出发哦，其实要大家好。因为早期的观念可能大家都不好了哦，大家都自私。但是我觉得业务要改变的是，大家都能共好，大家有钱大家赚哦，才能赚得到钱。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它其实真的是成人之美。有时候不要觉得说，自己把它赚，我讲真的，钱是永远赚不完的。如果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起赚，这样就会更好，所以我们才能做到那个第一名。热烈给我们掌声一下，谢谢大家。好，再次谢谢我们李中正店东的分享啊。有钱大家赚，大家赚不完啊！好，也希望大家呢，接下来可以持续爆爆连连，持续赚钱哈。好，再次邀请我们的林副总来为我们颁发接下来的四个奖项，掌声欢迎林副总。再来呢，我要颁发的奖项呢是年度最佳开发业绩店。好，获奖的加盟店第三名，土城捷运领袖店，掌声恭喜。来自游泳店东上海领奖，小老鹰，小老鹰。OK， 我们年度的最佳开发业绩店哦，第三名古城捷运领袖店，恭喜游泳店东。好，我们看中间，再次掌声恭喜。好，接下来第二名呢是古城金城店，恭喜。恭喜获得年度最佳开发业绩店第二名的殊荣，恭喜高天东。恭喜。
第一名呢是府城日月光店，恭喜。好，我们请中信电工上台领奖。年度最佳开发业绩店第一名，府城日月光店。好，看中间。好，看你领奖的位置。再一次掌声恭喜。紧接着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下一个奖项呢是年度最佳开发业绩经纪人。好，获奖的第三名，三重正义店陈忠章，掌声欢迎。好，接下来我们颁发第二名，古城海山店李忠正，恭喜忠正店哦。最佳开发业绩经纪人奖。恭喜获得最佳开发经纪人的小老鹰。恭喜。好，第一名呢是板桥成功店的江志亮，江经理，恭喜。恭喜获得年度最佳开发业绩经纪人奖，第一名板桥成功店江志亮牛。好，接下来你理解的位置，看中间，再次掌声恭喜。好，再来呢，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下一个奖项呢是年度最佳销售件数加盟店，第三名是林口 A7 捷运店，掌声恭喜。年度最佳销售件数，好，也就是件数对的啦。 OK， 第三名林口 A7 捷运店，掌声恭喜，恭喜获得我们最佳销售件数加盟店的殊荣，第三名。接下来第二名呢是府城金城店，高邀请高内中上台领奖。好，我们来看中间。好，看你领奖的位置。好，紧接着颁发第一名府城日月光店，掌声恭喜。请中心店中代表领奖，获得年度最佳销售件数店加盟店的支持的殊荣。好，先拿小老鹰，好，我先拍张照，来，好，我拿花 ，OK， 好，再拍一张，好，看你理解。好，再次恭喜我们古城日月光店。好，接下来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年度最佳销售件数经纪人奖，第三名，古城日月光店唐金红，恭喜！年度最佳销售件数经纪人，恭喜获得我们的小老鹰。好，来，我先颁发讲座。好，我先拍一下喽。拍照，中间。来看你李姐。好，鲜花。OK， 再次恭喜。来，李姐，好，请你一步走来。好，看中间。好，再一次掌声恭喜。来，第二名是古城海山店李忠正店东，掌声恭喜。年度最佳销售件数经纪人第二名的殊荣。好，看你理解的位置。好，再次掌声恭喜！哎呀，欢迎谢华先生，始终有谢华先生。好，来，好，看中间，再次掌声。好，第一名是板桥成功店的江志亮店东，掌声恭喜。
再次恭喜获得年度最佳销售建筑经纪人奖，我们请殷副总来颁发，好，我们代表最佳销售建筑经纪人的小老鹰讲座。好，看中间。好，再次恭喜，也谢谢殷副总为我们的颁奖，谢谢。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表扬大会所有的奖项，各位所有的成就呢都是因为坚持才得以实现的，再次感谢呢我们大家房屋所有伙伴持续以来的坚持，我们新北市区112年下半年度的绩优表扬大会就到这里圆满结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我在这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年的不是明年，今年农历年后，我们3月20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年会，我们一个年会就是我们双季会。好，我带大家，我幸福我家，我们3月20号我们住商机构年会见。这一次呢住商机构年会呢，我们的嘉宾呢非常优秀啊，由我们动力火车代表到嘉宾，还有我们的小男孩乐团，这次呢也还有我们全国我们全国的好声音决赛会在这次的我们的年会做一个总结，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再给第二身旁伙伴掌声鼓励一下。好，今天活动就到这里圆满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待会离场的时候呢，请记得要将你身旁物品带离现场哦，谢谢大家，谢谢。还有外面的前五的人请立牌，我们外面的人请立牌前五名的人请立牌是可以带走的。好，那不要拿别人的人请立牌，拿自己的就好了。好，不要因为爱慕别人就拿别人的人请立牌。好，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